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是谁先说出来的？家人们，是谁先说出来的？你们要搞清楚，是谁把乱七八糟的那些事情说出来的？你们要搞清楚，知道吧？清者自清，给自己解释那么多干什么？一网打尽，我也跑不了，因为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，知道吧？而且我也没有卖过什么货，我也没有卖过什么乱七八糟你们说的假货。谁自己怎么样，谁自己心里面清楚，我也不用在直播间里面说那么多，知道吧？我是来给老板道歉的，是谁让我骂老板的？我也有证据，知道吧？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可以加我的群呀，是不是？给你发出来，让你听听，让你好好的看清楚，让你好好的听一听，行不行？我为什么要来道歉？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我骂了别人，我骂了别人，我黑了别人，我道歉别人。我给别人道歉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们说我两面三刀，我要是两面三刀的话，哇，你们真的受我直接无语了。我要是两面三刀的话，我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吗？说我是卧底的话，我早就自己去干了。说我是卧底的话。我看有些脑残的他就是疯了，知道吧？不是我疯了，是谁疯了？我不知道谁疯了呀。谁就是有某些人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某些人的话他怕我把事实都说出来，然后某些人的话他就破防了，知道吧？某些人他就是破防了，知道吧？阿英不理黑粉，某些人就是怕我说出真相，然后我把自己我说出我还原真相，然后人家就粉丝都不喜欢他，不爱他了，不买他的账了，人家就胖了，知道吧？我只说某些人。我跟你们说吧，那句话叫怎么来着？鸡什么什么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？我搞忘了。人也不喜欢你，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呀，是不是？我是清白的，我清者自清，对不对？谁在装谁知道，说我在装，我装啥了？我装一天到晚。而且我啥时候跟别人搅和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你们现在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一会儿你们去我那个粉丝群里面看，你们就知道了事实，知道吧？知道不？你们去看我直播间，加一下粉丝灯牌，家人们支持爱莫的，来我看多少人支持爱莫。家人们来，我看多少人支持阿依莫，行不行？叔叔挨个节目，我现在没有两个手机，我也不可能在直播间里面给你们看吧。你们说我来这里给易老板怎么怎么样的，拿证据说话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欠谁的。两面三刀，我两面三刀，我会变成这种样子吗？你们想一下，谁两面三刀呀？自己给自己加戏的是谁呀？是我吗？我赚阿紫的钱，我赚什么阿紫的钱了？我没有衬托他吗？我没有给他当坏人吗？我做事我也坏人，我就一个演员。
我做事，我拿钱，我天经地义。对，你们说的太对了，人在做天在看啊，老天是有眼的。说我是整容，我整什么容了？你们看一下，我整啥容了？真的是笑死我了。上半眉。难道我没有付出吗？对吧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来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是的，你们就在胳膊上扣一好不好？你打了唇钉，取下来了。取下来了呀，是不是？是。